每个人对于憧憬的幸福都有着美好想象，可惜现实世界里没有南瓜马车，没有玻璃鞋，我们仍在寻找走进那个世界的一道门，一个出口。相守就是一句打死不退，在雨后的晴空里找得到幸福的出口吗？相遇怎么会是一连串的离奇，在下一个转角会是幸福的出口。请问你是？我是可以从你手上偷走任何东西的。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，能够有一样可以实现的梦想。我喜欢你，跟背景有关。我要你不要跟徐亮在一起，你会听吗？我说那种有钱脑袋想的跟我们不一样，你听得进去吗？我要嫁给能够上这种杂志的有钱人，我要变成有钱人。杨新路这女人太可怕了，原来早就锁定徐总监了。这个 DV 你应该很眼熟吧？我可以解释。不用解释，只要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呢，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。我跟你讲，那是因为我被生活被账单压得喘不过气，我喝了酒之后说的玩笑话，你会相信吗？新路，新路，你的爸爸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你爸上了有钱人，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呢？丽阳跟你在一块儿，他永远不会有幸福。你又没有何欢那种身份背景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对丽阳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我们算了吧。丽阳，你把我忘了吧。你这样是干嘛？你把这边当作告别社会场？你干嘛诅咒你自己啊？你自己看，如果在中间放一张你的相片，我就要走过去鞠躬了。不好笑。很好笑。我穿衣服啊，吊牌露出来，居然也被他看到。回去记得见了。少华来接我的时候，我居然上错了他的车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到现在我在烧烤店里面当酒醋小姐，我也可以碰到他。哎，杨新路，去哪里啊？不认识的人还以为我们两个怎么会那么有缘，走到哪里都遇到一起。台北再怎么样小，我也不会走来走去都遇到同一个人啊。气疯了吗？我是不是有幻觉啊？是幻觉，是幻觉，我有幻觉了！啊！怎么了？不可能喜欢那鸡蛋王八蛋！杨新路，你知道，只要你快乐，我只会比你更快乐。你难过，我只会比你更难过。杨新路是最勇敢、最漂亮的女人。我跟徐良在一起了，我喜欢上他了。你会祝福我吗？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！你是我最重要的。什么？你是我最重要的朋友。哎，我却眉头皱紧。少华，当然说，五芒星是宇宙的五大元素给你的祝福。我现在把它给你。如果哪天你觉得很累，或是你想要放弃的时候，你就抬头看星星，你就会想到我随时都在给你祝福。害怕遗憾又抽搐。与真实虚幻后，灯光洒在你的肩膀照亮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又没死。也许你会觉得我疯了，为了一个女人要离开你，但是我真的很爱心如。好，你想要走是吧？
那你就走好，只要出了这个家门，永远都不要跟我回来。既然你的家和我的家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家，那我们两个就一起创造一个属于我们。